不动说跑步。昨天我碰到一个跑友，他呢正站在那边摁着手表站在那边等待，我跑过的时候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要站着等？他说我在搜索卫星。他用的是佳明手表，但是他每次跑步之前都要一分多钟的等待搜卫星。其实他有一个东西没有打开，就说他的手表默认的是只用 GPS， 现在类似于像佳明935支持 GPS 加格罗纳斯，把两个卫星都打开秒收，对，五秒之内你就能收到卫星，你不需要在冬日寒风中在那边等待搜索卫星。第一个技巧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是 App 森手表的用户，同样的道理，但方法不一样，你要打开你的手机 APP 郁金香，里面有一个选项 AGPS， 你点击 AGPS 同步，好了，你的 App 森手表速度能大大降快。总结，用好你的跑步手表，定位的卫星都打开。第二，用好 AGPS， 这样你就不会再在寒风中等待，让我们跑得更科学。我是吴动，欢迎关注微博吴动说跑步。